趁老婆睡着偷偷拿她手机，冒充老婆叫老丈人小明。直接奔入主题，感觉已经生气了，再加把油，估计气炸了。一会能不能直接冲过来，再来点刺激的？完了完了，整大发了！完了完了，没电话了。咦呀，哼，我才不接呢，挂了。妈，又来，再挂了，这又来电话，躲不过去，干脆让他接吧。好啊，爸来电话了，敢接电话？没电话。喂。啊？啥？我不尊重你呢？啥呀？我在睡觉呢，干啥呀？啊？我啥时候给你发了？我在睡觉啊？你骂我干什么？我在这睡觉呢。骂我干什么呀？你怎么打电话就搁这劈头盖脸骂我？啥？我啥时候叫你小名呢？我不尊重你呢？能不能别骂人，好好讲话？我没有，我睡觉呢，我在这儿。真是，我又没得罪你，你骂我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还不跟我联系了？我没叫你小名，你生啥气呀？哎呦，这没说完怎么还挂了？我啥时候给你这？哎呦，老公啊，老公啊，啥事儿啊？过来。哎，你说吧。爸妈怎么回事儿？我在睡觉呢。我不知道啊。啥时候又什么叫小名了？又什么啥呀？我不知道呀。我不知道咋回事啊。发微信，我啥时候发微信？我瞅瞅。啥时候给他发微信的呢？啥玩意儿？大刚子出来喝酒呀？这你别笑，你傻呀，傻刚子！这啥玩意儿？不知道。谁发的？那你手机你发的呗。我在这睡觉，我怎么发？谁知道？可能是梦游了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谁发的这是？老公，干啥？过来！干啥？谁发的这是？你电话不你发的吗？我在睡觉，我怎么发？你睡觉怎么发？梦游啊！是你干的？哎呀，是吗？哎呀，是不是你弄的？哎，是不是你弄的？你，哎呀，你是不是也不想活了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啊？啊？我想逗老丈人玩，没想到你老丈人逗火了。